嗨娱乐旗下的日本男团 &TEAM 先前因台湾籍成员王义翔在玩游乐设施时忍不住大喊五字国骂，而让台湾网友笑翻。没想到在近日最新释出的影片中，他又偷偷骂了脏话，让台湾网友们再度笑到不行。据了解，当天节目上，王义翔在挑战高空弹跳时，先是在台上大喊爱我的人我们也爱你，随后便鼓起勇气跳了下去。没想到这时王义翔又忍不住大喊了国骂，由于剪辑师不知道那是脏话，所以没有把这句话剪掉，让台湾网友看到影片后纷纷笑说，又是这个人讲话真的很道地，好好笑。不过他这样真的不会被公司骂吗？